喺鐵探入邊咧，就係姓簡嘅，叫做阿 Ken， 有個花名叫做賤 Ken， 咁啊，即係都好賤嘅，即係代表而家一般嘅人啦嚇。為咗利益，為咗權，為咗利，做啲缺德嘅事咯。阿 Ben 啦，阿 Ben 小紅啦，係咯，啊，因為我同佢兩個鬥啊嘛，啊鬥上位。自然的都，佢又搶咗我老婆，都兜口兜面都叫佢做跛佬啊，喺度即係諷刺佢啊，激佢啊，啊呢啲都係一般嗰啲即係自信心唔重，即係自信心冇自信心嘅人，都係咁樣噶啦，自卑感重，自信心。又係少嗰啲啦，通常話通常笑人啊、鬧人啊，都係自己唔掂先至會踩人哋嚟捧自己上嘅啫。如果自己有自信心，如果真係叻嘅，通常一般嗰啲都唔會出聲嘅嚇。你咪你叻咯嚇，係咯，咁根本叻唔叻就大家知噶嘛嚇。佢利用我嘅角色同小紅嘅角色，咁反映而家嘅社會。現時嘅社會啲人咧，就即係你揾錢唔難嘅，爭權都唔難嘅，但係你做啲缺德嘅事就得㗎啦，啊，咁啊，所以但係咧唔好開心喎。要還喎，可能還得你仲比以前仲更加慘喎，所以就呢個戲咧都可以等大家睇完之後，即係唔單止即係我第一 part 咧，其中一 part 咧，其他仲有好多好多嘢大家去睇到啦，又可以講係即係警世啊！等大家睇完之後，又喂，如果你真係係呢種人嘅咧。你收手啦，啊，唔係到頭來，你真係好慘嘅，啊。